嘎嘎于洪生，马沙狗嘎罗伊主席，爱咋咪？爱系罗莹莹。哎，老公哦，西麦人哦，像安尼，当好是甜。韩国哦，甜的呀吼，用南国一只味，捞起装起来。我是有糖果啦，不过吼，你唔会减肥吗？不会啊。哎呀，最大的克星。那你还有方法？啊？你啊吼，本身做得不稀又不咸，又唔会。哎，就入通啊，皮就地嘞就买。阿叔讲道行不深，欠钱。你啊吼，迄叔公看色就无强样诶，不是讲，那金币就抢到梧桐的达人，不用讲连梧桐几厉害。欢迎王林峰还有李富兄妹，欢迎。哎呦，你真紧动车咧。来。很切哦，来，哎，你看那两姊妹啦，哎呦，阿妹讲法，哎呀，两姐妹哈，来，这个带来是什么？我们的爆浆馒头，梧桐的馒头，梧桐的馒头，炊肉啊，前面那炊肉，煮鱼，你自家做的梧桐，我拢讲，爆浆，让你来，我用吃的好，来打开要爆浆，来，爆浆。真的爆浆了，它流出来了，试一下，好像会滴出来，它滴出来了，对，好香哦，好用哎，你看，妈妈就是妈妈，马上拿，阿勇就肯定是爆浆了，有成功，讲一下咧，梧桐馒头有蛮来。特别是做蛋浆梧桐的馒头甜甜啦，后背个爱心球来了，后边那是拿来包糖，还有加个加糖，又加个下起个农民种个甘蔗，去搞来做梧桐，你啊唔然都系梧桐，哎你啊都炊肉馒头，也口感吼，炊肉是到甘蔗最人个味道。你看很会讲哦，讲出来，那像农民办吼，哪里哦，讲八位哈。海鲜，唔会哦，讲到重要的东西哦，哎，比我还要流利耶。你来加龙，来加龙叶讲，来讲牙糖哦，真嘅无强样。龙太阿讲，你只技法系乜嘅？就讲爱梧桐，梧桐全部感觉就几几只香烟色都呛呛，所以佢冇半点插白。冇插色嘅，嘿，所以佢喺梧桐当呛，你是感觉搞出来了，直接落个隔水加热，就是这样子，不是用蒸汽去当，唔会让出货烂来梅托啦。所以有啲糖会出货啦，唔会，色看起来咩当浆，我拢讲讲我按当，我都唔记得。每日成橋係冇，一日落唔埋，佢唔咩台灣人，我嗌加糖多加蝦鹽，唔咩台灣人，佢哪裡人？海南島，海南島的朋友，所以跟姐姐，跟媽媽，對，所以你嫁到這邊來，是，哇，海南島，客家方言糖嘅是冇？咪講，一點點，兩點點，一點點，哈哈哈哈哈，今日出去先摸一下哦，林鳳哈，是，梧桐宴请有蛮来。早期的时候，我们是在民国1993年先从社区服务长辈开始，对，然后1995年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种甘蔗。然后开始由自己的黑糖做成馒头，冬天我们长辈们然后在煮黑糖的时候，那个糖香会飘到我们的马路边，刚好他们闻香进了园区，就看一圈长辈们在埋头苦干在煮那锅糖，然后就拍照，然后开始试吃，然后他觉得很特别，那香味很特别，后来把我们学那个部落客分享在我们的网站上，对，然后没想到就引起了风潮。对，那时候我们早期只是做馒头给长辈们服务，给长辈然后独居老人吃。对，是沙皮服务，社区的服务就对。对对，哇，你们真的很有爱耶！没有想到，我跟你讲，阿荣讲，做有三喜面人吼，做后事出不得的后报，对，你知道吗？对。所以现在这个园区给台多大？大概20多公顷。哇，20多公顷的大，可以在那边跑步。可以啊，它有步道可以去散步，也可以做亲子活动，也可以喝下午茶，也可以露营。对。哦，古所讲呢，梧桐。建立起两国的关系哦，你看海南哈过来，有无穷的人，因为梧桐，底下会戒烟，根本来高价而注射咯，好冇？啊，注嘛该嘞，龙太甲介绍下，今天要煮什么？翠玉乳三宝。翠玉乳三宝，我只听说过翠玉白菜，翠玉乳三宝是哪三宝？哎，你写位哦。我来的开始做，你翠玉乳三宝哦，开始。
好，那我们就先从我们先做什么呢？先烫我们宝山乡的有机的土鸡蛋。哦，特别选过的是，可是烫鸡蛋，妈妈烫鸡蛋应该蛮烫啊。冷水。哦，冷水来煮软嘿啊。嗯，冷水一落就落去。好。哎，用蛮用冷水呢。冷水会软，它不会爆脱。嗯。啊，放会些。佮乱泡袂好软，无伊下子擦佮滚滚来水落去，佮就袂爆脱，袂爆脱，又佮佮肉袂好落，好软，无软，安尼袂无 QQ 的感觉个。爱上去了嘞，即你啊当场你即做个温泉蛋的感觉，系咪啊？好，林凤，接下来呢？现在我们要切一下我们的这个香菜。香菜，那你要刀子我帮你准备吗？好。新秀嫁了几多年嘞？八年了。哎呦，好怕他们讲错。今年是第八年。第八年了。第八年。好啦，看新秋煮菜，几几高了是不是煮菜系嘛？有一三蛮好啦。你要讲他俩三宝会哪三宝？让大家讲。第一系个宝山的有机卵。哦，新竹宝山的有机蛋。对。然后第二系会吹，会吹系会煮的，所以还有你。有咩补哈？去三咩？你个豆腐干，豆腐干哦，豆腐干，从下捞捞皮煮好嘞，就软好薄起去。你个食材就系你菜田新竹宝山个最好个食材嘛哈，就系了个卵啊，香港咁你个海菜，还有豆腐干。系啊，现做的，譬如讲，你食配的东西做的软冇？冇做的啦，做的要风吹条啊，做的要拍吹条啊。啊，反正所以昨天落外东西，昨天在落去乡下落是当不起啦。哦。啊，因为爱钓一个东西，就在讲，哎，你用爱油越好啦吼，啊，用爱种爱啦。其虽然是落，落去来讲，啊，你开出来落去讲吼，其唔会冻死就。嗯。所以请爱穿。健康。健康诶。嗯。啊，穿爱有理想啊，有物来实践啦。啊，就是会想爱根据理想诶当。做传统啦，啊，你要哪一只馒头，配个只卵，配条海菜，配条菜脯干，啊，做传统安样，多一样样子，有营养，哦，哎，有营养，又有许多个。那我们的蛋要煮多久呢？我们大概差不多了，差不多可以拔。差不多可以了哈。对对对，先把火我们关掉，然后对，然后我们要拿筷子，要把蛋夹起来。你只用筷子夹吧，夹烂筷子夹。夹袂起了，夹起夹烂。所以熟个，熟个是。哦，加一斤拍滚水嘛，冷水。哎，浸到冷水的，它好薄皮，好薄，好好薄，用顺皮好嘞。哦，是吗？古所讲，你啊，晾衫穷下的做。梧桐诶，你也着馒头啊，也做丝鸟，系无？做个馒头来讲，专门来寻求哦，我超我教本小生意，因为你咩小生意啊？攞去查多啲，冇啦，冇正查啦。哦，我倒落去咯。对，我们加点，加进去哈。对，加点冷水。是，给它泡一下。那林峰，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我们待会要用这个锅子来卤一下我们这个蛋包。哦，要卤这些，我得我要。一碗的油，一碗的油，还有一碗的酱油，好，一碗哦，做一碗，哦，做对对啦，我做对对哈，啊，等下捞好诶，做对对，拿起来，冰箱冰起来，哦，黑甘盐好爽，黑甘盐好爽，真奇咯，跟出炉啊咸掉，哈哈哈，不是按咸，按你拉嘛。拉嘛，做得啦，做得啦哦，做得，冇使按含啦哦，冇使按含住嘅。用上看，用上啲薄啦，因为聊聊天好嘅啦吼。请求加过来，佢一开始唔讲几块主食，几块料条，多料条东西。多多料样开始好多嘅啦。哦。啊，因为佢解不开吼，食白一薄啦。哎呦哎呦哎呦，佢糖佢糖嘅食到我一半，食白一薄吼。跟你都套到公主咯，哎呦！所以来到了物个好无做啦，啊，过来了还其实一三万好做些啦，啊，其实一聪明啦，一巧啦，又有眼，有眼啦，巧啦。好嘞，你阿伦不好嘞，三号嘞，林凤，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放我们的这些，我们的酱油，我们起油锅吗？对，我们要起油锅。好，来。用调油哦，成饼油还有调油，八角还有八角，我们再放一个八角。嗯，客家人都东西哦，同我用八角哦，一样哦。咩系冷油系啊？
冷油做的。哦，冷油，冷油放进去。都给滚的呀。嘿。也种下三宝浆，六六六十个。强下强下冰海，不是冰水哦。不是，冇冰水。哦，冇冰水，好了。好，放完了我们大葱呢，接下来呢？加水皮滚啊。哦，油还有油，然后油皮滚啊。哦。给你哈，林凤，那现在黑糖园区最主要的。好，我们要放糖。好，先放糖。我们要抹全部的油，全部。全部跳甜嘛，跳甜嘛，一道呢，一半出货，一半出货，一半。好嘞，好嘞，好嘞，好的。我按甜。来，接着讲吼，做下吼，做唔得有两只蛇末，底下有三只蛇末来煮其他扁方的。现在放蛋进来吼。好，放蛋。油太重了。我好喜欢看这种画面。好，你要龙卵冰下去。好。好嘞。中央好变一下，莫超太太的啦吼，有两分蓝铁咯。好，然后把这个蛋稍微上一点颜色之后，对不对？对对对，要给它就是全部有点入味了。是，蛋全部给它入味。好，给撒好了呢，不用抹盖。放我们的第二把，第二把，对，我们的豆干。哦，挑夫干，豆干其实是很难。比较难入味，对对对，要时间要稍微久一点，对对，要给它卤久一点。在海南岛也有卤味吗？好像没有哎，没有，好像没有。海南岛有客家人吗？有，也有，有。好，差不多熟悉了哈。你就不用开菜，好，不用开袋。好。鸡竹签的冰点唔怕哦？唔怕。差唔多三天。鸡竹笋啊。哦。鸡竹嘅，鸡竹嘅竹签啊，竹签啊。跟你差不多，要落几久的时间？最好莫比冬棍啊，冬因为冬棍呢，就天赋咁嘅烹调，好就是。对对对对对。唔是叫加水。唔是，是用油啦，用油就做得啦。好咧，佮差不多要落一下。盖起来了。好，前面哈。诶，佮差不多要落几久？要卤多久？基本上可能也要个三十分钟吧。哦，三十分钟以上，因为其实越卤越好吃。对啊，它又入味，它才会比较香。因为这菜的话，老人家也可以吃，因为卤多久的话，它会稍微比较软一点。真的。对对。给等一下，差不多半点钟算了，莫叫卡。哦，炖半点钟，炖有点久哦，唔讲系披到香味诶，差不多了，对不对？对，差不多了。打开来看一下。开盖咯。哇，诶，真甜呢，食一爽诶，哈，豆腐干呢，食咩爽诶，来夹一下。好。夹一下。夹起来。慢慢来焖哈。一般来讲，上来会捞到东西，不管系肉来啊点。像安利啊，无乳糖，安尼唔是乳糖，用可乐做的嘛。有人讲做的，唔讲啊，对我对可乐好像无几欣赏。啊，对我好用安尼个乳糖哈，因为阿妈唔好信梅酥啊，安尼乳糖做的推离梅酥啊，所以安尼吃唔好多，我不是吃东西。给黑呐，给黑。我们的黑糖的话，您在吃的时候可以吃到我们的甘蔗味，而且黑糖我们一般小时候吃的话，都会有那个古早味，对，然后吃不到甘蔗味。其实我们在想要做这个黑糖的时候，我们就凭着一个理念跟一个信念，想要找出它黑糖本身的那个味道，就是甘蔗，对。然后我们坚持了这十多年，我们做到了，对对。乃吃到坚持懂中药哈，就是坚持做对的事情嘛。对，哇，这个卤下去真的太漂亮了，连那个豆干啊，它真的看起来就是金黄色。错，我所讲吼，正经健康的东西吼，正经食起来看起来就无重要，系冇？又脏哦，又脏啊，又检查。我刚刚想讲，你冇冰水咧，安尼攞用块热面，正经哦，很脆，很有汁，很有汁。个汁吼，出一种强色的甘蔗色吼，它是完全不用添加的一款黑糖，而且它就代表我们的一些味素，糖本身就是一个调味的，对对对对。好，这漂亮的两姐妹端起它来，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这一道叫做是翠玉卤三宝，吃看到。
浆出现的哦。哎呦，不用结浆哦，你洗起来出去，你酸酸甜甜嘛。安康又当成卵。那时候安康又在当成个西式料理。哎呀，皮生冻火烤。其实糖先放跟后放，它后放的话，它会比较。有那个色泽会比较漂亮，因为太早放它会，现在先后放它的味道会蛮特别。那食材冇上多，一种韩国诶，你个乌汤米是安和，又酸酸又甜甜，好融合。脆肉捞三宝来喽，吉吉老师来吃一下。虽然讲自家只只食啦，来两边食冇轻松，来皮蛋也食，是冇轻松。来滴嘞，你看吼，真正有无糖的米丝，加种甜米，唔买味精，咩唔买配了头，一开始咬下去，有一种甜甜的味道之外呢，它后韵很强，就是有一种蔗糖的感觉冲出来。对，这个然后是，那是好一单，有那个甘蔗汁的东西的感觉，然后有那个，其实刚刚在吃那个木通馒头给时间，还就又因为我有吃到那个爆浆。该木通球又干炸干梅，它卤味没想到经过这样煮过也有。有哈，因为啊吃到啊，海带它难捏米，那刚刚吃吼抿一下嘴唇，它其实有那个甜甜的蔗糖味。对，它的色泽也比较漂亮。对呀，色泽那种讲哈，那取俩卤蛋。好，哎呦，看这个颜色。金黄色，真的耶，就是用那个黑糖卤出来的颜色，就是金黄色的。真的蛮漂亮，好好吃哦。三宝还用讲，南北啊，翠玉，故宫不算什么，翠玉白菜。我告诉你，黑糖园区哦，翠玉卤蛋，翠玉海带，翠玉豆干。对，很好吃的。跟上下来哦，三宝以后，三宝之后要介绍什么？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有一个翠玉鸡丁堡。又是翠玉，又是鸡丁，又是宝，哦，好好期待哦！对，来吃看呐，黑马盖东西。上下来出来做翠玉鸡丁堡哈，是。这堡黑马盖黑 any 我们看的汉堡吗？不是、哦，还是什么堡？我们是鸡肉，然后切丁，然后用来烫，然后再来炒，炒完以后我们就会结合我们的生菜包来吃。哦，那个叫做。宝山的宝，对，入宝山，对，好不好？来开始做，好，先做什么呢？我们先把鸡肉切丁，这是鸡胸肉，鸡胸肉，胸脯肉，你还鸡也胸脯肉，普通鸡也胸脯肉，好细好毛那些，我都是会先拿去割掉起来，就炒了，炒了结浆，配合我的客家人来，客家人当好吃结浆。嘿，阮鸡肉也当好食，酸甜酸甜，酸甜酸甜。林凤，我们的鸡丁啊，印象中鸡丁是比较大块的，譬如说这么大块吧。我们会把它切小一点。为什么？为什么要切那么小？因为这样子我们煮起来的时候我们会比较软，而且我们这个长者也可以吃，比较好咬，对。哦，还上多诶，因为你刚有讲，你阿弟做沙企的发通，就是社区关怀，社区关怀，做十公年了。哦，十公年啊，十公年的呀。你看人面阿弥陀。因为我们在民国九十三的时候，我妈这边那时候还是当社区理事长，所以呢，那时候就是汇集了一群社区长辈们在我们的园区里面活动，然后那时候还只是想说，那我们就是做一点吃的，然后可以关怀我们的独居老人。后来我们没有太多的经费了。我们才会想到用我们宝山这个特色的黑糖来做成我们的馒头，然后继续然后照顾我们社区老人家。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发现到就是社福，我们在关怀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产业的推动，这样子我们才会有序的发展下去。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产业已经推出成功了，然后有一群我们的年轻人回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发展这个产业，所以我们年轻人在社区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同时他又可以照顾到我们的长者，这样子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在这个社区里面去做然后发展这样。哇，你们用黑糖来让人家甜在心。对啊，而且
青年返乡这件事，我觉得很重要。强眼好转嘛，一听到有因为安尼撒飞啊，伊来一路发，哦，弄人家黑多，一听到还有三年来讲。高龄化社会，好嘞，做得按前差不多嘞，差不多按你做得嘞哈。你看看林凤真是很细心的，来。可能除了平常时求助得该做，才会这么熟练。也还讲，妈妈的旁边。好，得到水滴滚水滴杯度哈，弄一下。他先把它，因为鸡肉很容易就熟了哈。对，不能烫太久。哎，不能烫太久。灰色对。好。阿姨，你娘办来看，应该心跳啊，还讲听你讲，哎，应该来日内强下做了的生意，你娘办看你了做了的工作。嗯，我就了下做生意的现接是尽量比接。嗯。因为了下食材哦，全部我用电脑啦，那个哦，所以我讲嗰度。后生意的女啊，又衰了，退休下来问后生意去。管理我知道，阿因嘞后生嘅又可以管理，阿你是感觉到非常啊，该好啊吼。所以佢也要当要眼光啦。虽然佢大海那么多个，就按正局来吼。当眼光，眼界来嘅。我点解得晒福气啦？吼，正经讲佢繁荣就当家。所以我感觉放心啦，并且做了啲事情啦，佢也非常严谨啦。看起来不能做恋爱三亚的时间哦，我们现在可以捞出来了哈。好，那就是不能做恋爱三亚的时间哦，创好哦，加下用骨锣鼓，就把伊时间专门用手敲嘛。嗯，啊，小火啊，伊就，你讲慢慢呢，佮强强小火慢点，红阿的汤煮加白，专门煮个厨房烧，其实唔得。咁贵木做唔得用咧？做唔得用，因为要厨房烧嘅东西，你感觉冇用。因为对身体也唔好，所以我就是创下那一天吼做朋友，啊，所以阿英那些是讲，后生人就用我头脑，我用蒸汽煮多个汤，喊你强强强感觉每汤，所以我吃到当放心不后生人吃啦。哦，所以今天用天脑来煮感觉，还会煮火烧。对呀，空煮就好好。好，做到你吼。呀，刚才用小水汤那个给熊婆牛汤好，我们要放凉吗？对，稍微也是稍微放凉，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这个我要切，把它切小一点，对。好，呀，分工合作了哈。你看，妈妈要炒，然后我们林凤来切。中央盐水叶，香菜。对，我们现在就是进来把香菜切细一点。好。你家神，你家鸡胸。哦，神哦，刚刚通起来要神炒系啊。系啊，炒下边。哦，神炒，哇，妈妈出手咯。他爱你系做介杀气干快嘅时节啦，最多煮几多人？最多人就八个烧。八个烧。嗰时好简单啊，炒到米粉啊，啊煮煲太太煲汤啊，达到七大呀。他咪用融掉嘅木汤咯。有啦，七八两，我都七八专门稳固汤，捞几条腹，真好吃咯。哈哈哈哈哈。很好，很好耶。哦，你看林凤嘞，在切的是我们的甜椒，对不对？对，我们甜椒。哦，这个也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那因为要配合这个鸡肉的口感，对，胡手工俩甜椒啦，还有我们的盐树叶啦，也还虫哎啦，全部都切成小块小块，对，我们都要入口，入口比较方便。其实很重要，没一简单啦哦，简单。好，哎，马哥，吉姜，哦，吉姜出现了哦，哎呦，不用吉姜哦，你吃起来就有点酸酸甜甜嘛。客家人做吉姜会咸咪，我哋吉姜是爱食。是嘟嘟好吃的哦，佮种鱼的咸唔是味呀，唔是鱼嘛，伊也咸没有。哦，他家人好吃咸，可以哦。放下豆翻了，一样啊。佮种差不多两汤匙，三汤匙，两汤匙的，是哪里？哦，放起。也做经验的啦吼。哎呦，哟，妈妈佮种臭锅买米丝哈冇强用嘛？唔就好少。客香吼，就加点油落去吃就好。哦，那时候哈，客家人这样懂厉害，我们一些腌制的食品啊，都可以让我很多很多的食物，那个味道更变得更厉害，就加分。
安康有冻肠卵，那像安康有咧冻肠，该西式料理。哎呀，set 皮set 冻好看，一滴水落去边，就水哈，要煮熟来东西。哎呦，要煮熟个。哎呀，你看妈妈煮菜真的很优雅，对不对？妈妈很会料理，妈妈会料理，她可以煮十多道菜不一样。哇，对而且这么优雅。哦，你阿龙家诶切的东西不用落去哈，来，甜椒，甜椒会好，先放甜椒，甜椒放下去，我可以关，因为甜椒做得赏心嘛。所以你只有按用用，所以火那个关天了，然后炒炒炒的。好，好，葱也不用好嘞哈。盘子。好了，哎，给你五桶，马个死给他掉。五桶没有哈。哎呦，好顶啊，好顶哎呦。我其实讲到今天想转去海做嘛，该分心跳是那进入关的。无啦，基本来分心了。他给我表现，你不管表现了。因为糖放，其实糖先放跟后放，它后放的话，它会比较。有那个色泽会比较漂亮，因为太早放它会，对对，现在先后放它的味道会蛮特别。因为糖其实还是会有焦化的作用，对啊，所以俺从阿糖放慢冰，慢冰都唔记得起。唔会啦，唔会啦，冰的时间度度很快也行，几快的讲，哎，这个时间放刚刚好。而且还有小声讲，怕打扰到婆婆。婆婆进去了嘛？进去了。哦，关掉嘞，关下子关掉嘞。好。哎呦，很强力哦！就算表面的甜椒的是这无出罐体嘞，所以个东西就系用半炒，不用热火炒。好，安尼做做好诶，知道吗？哎，做好诶，这叫生黑暗用满身。做好诶，你普通会拿俩将来。要用这个来包菜。要将来你家人同好去切切。切切嘿啊！所以要包，先包一只半来看好诶啦，来。你要想吹，包起来用自家诶。哦，要先自家诶。哦，包一只。包起来用自己刀，自家包。放心，小来来来。啊，这种概念，妈妈，董秋买我们在吃虾松。对。对不对？哦，很香哦。后来安尼去做咩哈？给你倒起来好吗？倒起来啊！这一道叫做是翠玉鸡丁堡。翠玉鸡丁堡，来试看哦。先不给炒，用来好。今天用的很用了，干莲肉，干莲肉，你好嫩，冻嫩冻好吃。哦，还用来你准备了的酱料，哎呦，像爱自家用了的，自家做的，哇，哇，香味真是很香哦。虽然讲的啊，炖久一点更好吃，做料又冻好吃的。系啊，其实你看，做我们派，放派是冻好的。哎呦，青肉鸡丁堡啊！好开心哦！唐玉也是懂厉害了，所以加妈妈宝哎哦哈。生肉酱，脆鸡丁堡。嗯，我懂好是劲，懂好是劲强。讲到嘞，是吗？你们吼，我滴木卡的时间，我滴转木卡，摆展机温个劲强，我就是说三万分，厉害啊！又强穿。又有青椒啦，又有鸡肉，很好吃。我终于懂了，为什么你要让长辈能够很好入口？我觉得小孩也会很喜欢。对，其实小孩的话，其实用这个菜来去做便当的话，其实也蛮适合的，因为它的量也比较少，而且它的鸡肉切得也比较细。对，然后老人家吃的话，它也然后也比较容易咬合，相对也对。你要磨碎。你问我想要鬼叫什么？妈妈说我想要鬼叫什么？奶奶的，你有偶包哈，偶像包袱，知道吗？给你听听那声，一呢，
韩国啊，爱食材冇上多，冇加染，就吉酱。韩国爱你个乌汤，咱面是安好，就是又酸酸又甜甜，韩个干炸个面。用猫肉盖鸡肉啊，还有这个甜椒的味道盖过去，就是好融合哦、喔。你们的发明真的好棒、喔，很棒哎！而且这个黑糖真的太厉害了，我必须要说，你要五桶。就是很精致的糖，我觉得对身体也好。然后入菜呢，我觉得好像百搭。对对对对，嗯、黑糖它是百搭的，它是我们的甘蔗汁的第一道工序，它的矿物质全部在里面哦。我拢讲来高家主食，海南岛姑娘暗腔，哎、欸，你做唔得熟哦，好吗？他讲的那么好，而且做的那么好，是讲的那么好，也长得那么好，不可以输。我拢讲高家的主食吼，哎，你一定要请到顶级厨师来交流一下，交流嘛来。按好的色彩，把你们的黑糖推向顶端。嗯，没错。今天要介绍呢，是安妮的好朋友卢准斌叔叔，好朋友阿斌哥。阿斌哥，哎，阿斌哥，你好，你好，哎呦，你好，哎，有，有，有，名字，名字，名字，哎，容易，容易，阿斌哥，阿斌台，人家是二婆的，阿叔婆呢？你看呐、啊，国家有注射出来个，阿叔婆，他叫冇看到，冻就冇看到，难看难看，哎呀，阿叔婆，他叫冇看到，哎呀，英雄啊，英雄，英雄，你很爱阿公阿婆的好朋友诶，你很爱爸爸，谢谢你。台，可爱谁谁别台了。哎，有枪哦，一个地方看你了。哎，面什么？有见过？没有，太衰啦！一见来看你通枪欢喜的，跟人家看你做舞蹈，你有识过别的舞蹈？有哦，从头到尾的。哦，那你那萝卜啊是插，该通常一条路的啦。跟眉头出来，动跳动跳，加点皮刀。哎呀，通头皮刀该。跟点皮刀一些有构思要煮什么吗？有啊，有哈。给你上清楚哦，金碧的梧桐啊，讲全国最好的梧桐，还有东亚树行，我们要变什么东西？那台式家做了梧桐姜妈铺肉，黑糖姜汁烧肉，黑糖姜汁烧肉，那是高日本的那个马铃薯烧肉，那是抹色高黑糖姜汁烧肉，好冇？来来吃看呐，黑糖姜汁烧肉，来。哎呦啊，斌哥啊，我刚刚讲咯，懂清楚。我很喜欢姜汁烧肉，是，还马铃薯的。你要用梧桐来做烧肉，开始，一开始用什么？梧桐啊，是诶，先炒过，炒过。听下宝哥啊，给小哥一点烧，嘿，哦，那用水先炒过，不给。放一开嘛，要开放嘛。嗱，佢話咧冇凍燒，我係要食喎嚇，凍燒，你又可以煲，你要先燒過，你係煲，而下變下以後，你可以通太火啊，咪超火啦啦，所以哦，你阿普通變下去，姜嘛，嚇姜嘛切片，姜嘛，你阿老姜阿嫩姜，老姜，哎呦，姜是老的辣，要咧，洋葱你切好咧哦，咁先不去炒姜咧，好，睇下甜甜炒姜咧。顺便了倒霉会准备一包水平下撒点猪肉。猪肉吗？你有处理过吗？有差不多冰掉个安啊吼还有油吼。哎讲下慢点位啦。你要讲赶高铁吗？没你讲你请假动手才行。有时要比较慢反正发烧哎。不想说你赶高铁我好紧张。今天用了牛肉还干莲肉。干莲肉。干莲用没去身边的时间切的没有没用干莲肉。其实要用了牛肉来铺啊你好嫩。冻嫩冻好吃。哦干莲肉哦我还没吃过的牛肉呢。我做干莲肉会有一点的筋。有点这也是一个鸡它一半铺好的清的牛肉条啊牛腱啊牛筋的这也是对我的鸡它应该给你用的重要用的干莲肉是的干莲肉做什么干莲没做的但是干莲可能会用的钙皮不会好吃的不会好吃好你要到美国去炒阿叔婆你一看你摸一下阿叔婆给董英成哦对啊回到你的托马豆酱托马豆酱哦现在炒开木桶啊所以不宜好香等下落哎重要啊好会 set 好会爽好酱爽脆啦哎不用到托马豆酱啊不宜好小锅料菜煮了又风哈风哈好酱阿叔婆很款好像你让我们改木桶变出性感发容你敢讲用吧
当好，当好啊！你咪去蛇影啊，食好。咁就 tell you 哈，蛇蛇嘢写到。来，你系蛇蟹尾蛇几条？你看到睇啦。只系睇蟹尾。我来放鸟不是 suppose 看到呀？真的假的？哎呦！冇骗人啦哟，廿十八哟。哦，佮冰跳娱乐去吼，赏雪以外，咩要行？要行啊，梅土要冬香。接下来呢？然后冰跳水，冰跳水下来，欢迎水。哎，讲到喊未啊？哎，妈妈，出体体质张英啊，出来个普通慢跳，系你系甜嘅，其他 any 就是都系咸嘅。你有想过喊爱用个普通做嘛个甜嘅料理冇？其实像比下啲啊，厨师啊哈，去做个，因为同事在讲，你用啲啊用啊来卤，安尼像讲肉块都咪冻好啦哈。喊白喊后边我都要做甜嘛，来讲我都要做。又大家起做啦，做安尼用，用按揭性啊，然后用乌汤去煮啊，种啊那多凉糕啊，凉糕嘿，韩国料是又用来做，个种啊饼干呐，韩国沙琪玛，韩国反正所有当方块酥的，个把有起做一些的哈，啊个老人家也很接受这个。哎，你阿种个老人家都食好哦，落嘴会化，吃唔会讲哎，老人家妈牙齿唔好啊，牙唔定多啦，所以佮感觉讲，你阿做得唔系咧？系啊，你了解东西，唐姨咧系讲做得做先甜咪，佮皮下下午茶，皮下咖啡啊，然后安尼推翻最好个茶，冻上咪冻食合哦。应该说我们的产品方面的话，我们是以黑糖爆浆包，还有隐身珠一系列的，我们的大概有十多种的馒头口味。对，然后下午茶的话，我们就有一些糕类，发糕、黑糖糕，对，还有我们的配我们的下午茶咖啡或奶茶。对，接下来我们会想要在园区那边会推动一个简单的下午茶，就简餐。对，简餐我们是有一个，因为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想要我们的服务生是那个 waiter 是长者老人家，对，我们可能会用老人家会当服务生。哦，讲到老人家来咯，你还没录音啊？对，是。大家很英勇哈，英勇杀过啊，平过一下，做好咧，跳鱼啊，水咧都想平来，即系平半机哈。哎，铺还用阿你准备了的香料，哎呦，像爱自家用了的，自家做诶，你不要用乜嘅香菜跳下个。挑啊，跟住冲到挨身挑剔啦，哦，你啊逛啊挑啊，哦，你洗洗墙，你来逛啊挑啦，用茶包装起来就等等下，好好托起来，好好托来，你啊越过夜，越过夜，不用老去，不用去铺哈，啊你差不多铺几久？差不多五十分钟就做得咧，十分钟哦，做得咧，那是还是好落地哦，是时间有价值咧，哦。还有点点胡椒啊，这有粉哈，来，哎，要甜起来嘛？哎，要甜起来哈，要甜起来，十分钟啊，哦，十分钟，十分钟，莫这么快哦，莫偏手啊，等下再来。哦，十分钟很夹哦，你看。哎，就是要打嘴鼓，打嘴鼓，哎，下菜就煮好了呢。哇，哇，香梅菜出来嘞，香哦。你看，听下你哎，十分钟啊，其实是讲你后生音学习了，要嚼劲呢，你看，个人要要劲啊，那条是十分钟瀑布的时候嘞，好。哎，你是讲要像那苏婆啊，因为。真个老人家哟，哎阿公阿婆了对哦，好多岁啊，未做得铺好球对哦，吼，这是讲，那你先那系干年肉的，你系优点呐，哎，我一般哈，我通常是用那三千牛啦，每条牛啊了对哦，好来铺，那你是条条先摸穷用的牛，哎呦，心机很重，哈哈，双眼光傻皮哈，双眼光看到后生人，看到了帮助，我看到了后生人实在做得好，芋头又当好，皮都是当香的啦，真嘅哈，嗯，米凤。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你的生力军，是不是？可以加入我们社区，这是自己亲戚啊，是不是？好好的利用它。哎，师傅，我问你哦，我刚才一直讲你日式的马铃薯烧肉，浓料油麻木香，我底料干点用嘛？嘿，给日式的，一直要日式的，记得是要用木香用的来调味料，一般叫对甜，记得是要用来味的。哦，味的要甜啊，用哦，但是我给你用的是。
芋头，哎，记梅头要摸住落头啊，香，嘿啦，要干炸咧，系甜梅咧，你还做盐咧吼，哦，我用讲虽然讲咧，炖它炖久一点更好吃，啊，做料是当好食的，系啊，其实你看，像我们拍。放盘子当好嘞，好嘞，做得好，做得都是要嘞，都是要嘞，十三嘞，你看到你属猴的对不对？对，很急，来帮忙你哈，来，哎呦，哎，阿叔伯，你记得有用这样子的方式炖肉吗？有用无糖炖肉，但是哎，你只讲一该从头安好。哦，香，加青椒芋头，系啊。因为啊，来以前读书的时间，从头咪做得让肉质软化，是，对。所以以后其实多用点洋葱，洋葱其实对身体也很好。哎，你就会天然的味精。系啊，来每天学习。嗯，还有啊，姜讲诶，特冷啦，不用姜嘛，其实可以暖胃，姜也是很好。哦。我滴咧，你的卤包作用在这里。卡斯贡，哎，你肉桂叶丢进去啦，或是那个这个香菜头丢进去，就会捞得不好看。嘿，伊煮的时阵是会绵绵啦，用菜啊摕啊，咧就会捞捞吼。嘿，煮的咧烫袂黏黏。嗯，哎，啥下来咯？哎呦，也有滴糖。糖淋上去。你看，客家人最爱的。韩语，做你讲，是的哦，韩语啊，有点韩哦，有茶盘啊，那是冻茶盘哦，哎，你看啊，韩沙皮哦，你说两年，可又发啦，又眼水，难怪以后也要简单哦，好不好？好，好一下，好了，姜虾丢起来，龙太家讲，你啊出错，那么该普通姜麻腐肉，四号。你知道梧桐哦，弟弟啊，出菜底白度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哎，它的后韵是很甜的，是甘的，又香又咸又甜，梅头冻铁片。哦，弟弟来吃喽！来来来来来，呛，黑糖姜汁烧肉。哎，龙讲哦，来推烧肉阵营，很专门，自己说很专门。哎呦。你啊用个牛肉，个是讲，哦是你啊有嚼劲的感觉，嘿是那些肉有脆脆样音啦。哎，我知道梧桐哦，弟弟啊，弟啊出菜底白度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哎。嗯。伊唔单枪龙家肉的米丝吼提出来之外，它的后韵是很甜的，是干的。它有那种干炸样的味道，哎，冻掉。嗯。讲食材哦，其实你爱灌面哦，爱是食你爱白切片，就系去食面，食要点一盘，点一盘，他们问题我就安是，啊，提一白食哦，烧肉居然是干面，然后还加黑糖，没有违和感，嗯，又香又咸又甜，味道冻铁片，嗯，非常感好吃，然后那个嚼劲我喜欢，嗯，阿叔婆。看来你当紧张了，有什么？我是当的，你是当的，来来来，讲一下。今天俺没想到按后生的厨师哈，人家在梧桐煮都按好些，俺喊一年哈，我煮的俺按到嘛干面肉了，嘿，干面干点肉哈，俺在煮本俺下起来落盐加些，煮好落了对。哎呦，今天哦冻棒哦，冻脏哦，哎呀，我们来给这个阿兵哥几分，阿兵哥。非常好吃，然后可以加入我们这个生日捐，然后一起来为长者服务。哦，走对走对。哎，我们刚刚来刚来 Hiki 还没按脚，不答应。来这边是丁丁的哈。哎，这家吼，第一亲戚面前做出来，心情有没？
去跳下动紧张，但你啊吼，像哎，你系舞堂啊，其实是像从些看到台的东西啊，像拢打扮像按下你的舞堂哦，不台这个穿地道，哎，真紧，阿斌讲你就性感人物嘞，哎，因为你个舞堂做出很下多好事个料理，真紧吼，知道讲，来了位国家来主持，有上是迄朋友，来体白感觉个，哎。是家务看人亲戚来点味，那种一条心的感觉，知道吗？阿叔婆吼，阿龙讲，你看你做后师、做三师，对于舞堂的坚持，我知道吼，我懂感同，当然多点年纪吼，我出去老了咯，我那冇去做咧。不过你做坚持，你看你多点还要照做。我的后生个很接，我后生个接你咪咪难呀。所以说有很多你了哦，你还要多一只生意军。对呀、啊，对呀、啊。韩语哦，懂腔的演出，海南岛来的姑娘。我觉得你是一个不是在地人，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也让人很感动。是，对不对？对，应该想说，我们是一个团队了，我们是社区的整体的一个在造。所以我今天就是有吃到您这么好吃的这个黑糖料理啊，让我觉得还蛮惊讶的，就是还蛮有特色的，就是我，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也可以煮这个料理给长者吃，这样子，对，可以哦。比真懂感同，各位叔伯阿妹啊，我讲吼。有上次是东西啊，接接讲；有上次是咧系肥衣；有上次是咧真嘅系好食。见比啊，三沙类，诶，食到系爱，对不对？有很多的爱，有大爱、小爱。古所讲咧，看你节目做的是好食，心肝咩当有爱吼。记得哦，看到时间，收看家家有好食。欢迎国家来主席。耶！来了，再来了。什么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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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面吃到个厨师煮个菜，真个当好食，感觉佮煮个对人恁老人家来讲非常爱好，所以我俩学到嘞，无几样要煮，无几样啊，是只讲个样个煮汤，爱料料炒锅，啊，将来爱煮肉，爱调油，啊，感觉真个人爱每一只肉啊，爱得酸，葱头，真个当好食都会嚼嘛，真个。吃到个米汤非常安好，非常安流连，还要不及一百分呢。